用请大地讲堂总执事开始。安尼吼，即马因为咱庆山嘛足侪代志诶，咱这边嘛真侪代志，都会来讲吼。咱庆山经营爱甲当作吼，当作咱兜咧经营，因后摆咱食老拢用会着啦，咱即马袂要无够老。那个食老的时阵，我看迄个套房，啊，无偌久就挤满，大家拢要去住新山。哎，这回我含阮查囝出去，啊，我出去十几工，算台湾啊，无好算啦，真诶，这个去较济拢感觉。拢是差不多那个样，要一直花钱啊呢，所以啊去台北算，嘛无啥物好算啦。那一零一嘛是安尼啦，所有的百货公司拢同款啦。爱有钱好开啦。食啥物铁路便当哦。它啊，气味含较早拢无啥同款哦，安尼。啊，去宜兰讲泡温泉，啊，一个人一间房间，一人5000块，啊就两个人一间房间，一人5000。啊，温泉吼，流甲甜哦，迄水足济，温泉含温泉味嘛。我40几年前去跑过，温泉味解冻哦，啊解清明，啊即回拢水道水啊，拢水道水加热，所以地下水加热，所以很浪费，足浪费。你一箍搁较大箍，升搁较济啊，是讲啥？你机啊，干那甲浸20分钟又冻袂掉，啊来漏掉，啊所以这浪费，所以。台湾主要是观光区哈，资源都很浪费。那宜兰人啊是搭客遐人，风湿病阁特别多，皮肤病嘛特别多，所以因爱树一个文化互因去浸。啊，发展观光了，迄饭店一间那大间，足大间啊。然后迄个饭店的顶头，拢是水缸甲蓄水池。啊，就加热完，啊就老足济安尼啦吼。啊，食诶物件吼，啊，台湾去对食拢共款，啊，宜兰较早出名啊，迄个鸭胸遐，鸭胸，迄是算讲遐鸭济吼，啊，迄个冰箱少，啊，所以甲南盐啊，捡起来去拍，吼，啊，咱。少年播感觉袂歹，啊，即马老伙仔咧播吼，洗喙齿就要落去，所以拢嘛无法度食啦。即马所以感觉真的时间，要佚佗可能是30-40岁，较有当啊佚佗。安尼啊讲，这个年纪吼，恁遮大部分足侪拢50岁哦，即个50岁，50岁以上哦，拢。没有什么好玩的、啊、所以对他们都开心、啊、所以后来我没要对他们出来、现在先报告这个比较简单、我们唯一我们这样直直开钱要为同修的就是我们先说直直开钱要为同修你们去住你们感觉去住不用怎么开钱干那烂了，全国你去找，全世界你去找，无第二间啊！所以咱拢传遍遍福气在互恁，恁即马无够老，感觉用袂着，下摆有够老咧用，你也感觉足珍惜个。含咱啊，几天吼，嘛免开啥物钱，所以用足俗个物件会使去上山得到荣耀。实在是
咱爱好啊经营，是毋是安尼？爱好啊，甲迄当作咱兜去经营，是毋是？所以即马有生活总管，民主啊，人嘛下决心吼，讲啥咱大概就配合嘛。那我讲哦，讲这里要配合，唔配合，再经过民主问题。伊也讲咱做会到，就赶紧去配合，伊也无山，伊也无遐济力啦，对无？啊，即马圣山吼、哦，要迎新春啦，这拢无咧讲钱啊，这正话找去找山啊，找时我会去，去啊吼、哦，啊讲话啊，讲讲的啊，大家做伙。做回来啊！咱卖去别里度假，我讲恁去别里度假拢足艰苦啊！尤其春节恁啊要出去度假吼，唔是搭车，就是等车，无就坐个起码是坐来，过来开钱无目的啦。哦，安尼啊，春节搞讲要来食好料，直直食，搁惊中风，什么中风解释？啊，食哪好心脏病哪紧？所以，这个去圣山度假去过春节，这是福气的代志。哎，因为咱遐无西工啦，咱那个西工个兼倒头吼，啊是迄个师傅吼，去凊彩西装啊是，啊这样安尼，啊灌顶安尼。哦，大概唔爱钱，管甲要害，对。咱遐拢无，啊，主动出发啦。啊，有落甲无落，啊，有管甲无管，拢同款。未甲恁大世间啊，咱遐敢有大世间？无嘛。啊，即款所在变做很平常，很平常，都爱靠咱的团队力量，即个真正公民教育啊。啊，即话讲了啊。啊，这个就为讲啊，这啥东京奥运台湾签名运动吼，这要叫咱签名啦，哦，身份证吼，啊要签就甲签嘛。哦，安、哦、那有人签啊呢？啊，咱若签冠军，这算较正确个，甲签签咪好啦。哦，我连密码来甲签，因为有即卖有个人讲啊，签签咪上。迄、那个什么中立台，什么台湾中立，迄个毛签吼，啊对唔对嘛？唔知啊，啊咱都签到尾啊，拢未成功呢。伊啊，但只嘛公道话降低吼，啊这也好，咱就毛签吼。好，我即嘛来报告这下代志。有爱咱继续奋斗啊！啊，有爱咱有好康诶！这个神殿吼，边啊唔着咱迄个厨房边啊唔着有诶卫浴设备嘛，对吧？啊，迄阵站出去安尼，我甲讲这下摆帮吼，也麻烦啊。站出去伊就讲啊，一路吞头啊，啊吞头啊，即马开始咧帮啊，啊帮啊，迄水管着闭，啊闭了后就漏水。啊！就对墙面流过来，啊！我有敲电话吼，站出来吼，讲你这爱较紧去补修啊！啊！我是咧讲咱嘛爱助力救济啊！哈，助力救济，助力救济就讲咱会晓的部分，咱先做了，卖靠因的师傅，因的师傅水电师拢二师，我嘛大师拢唔知道伊对拢二师，所以清清菜菜。啊！过来就是，春节初时我讲了哈，过来咱迄、那个咱迄只阿狗拉拉，拉拉我是想讲，伊即马做好只两只脚夹着脚吼，啊后壁迄两只脚用拖的吼，迄拖久我那会出代志。咱即马去找一个辅系哈，专门对伊做爱狗的人，啊伊本来迄个做辅系迄个人是教育迄个小事。当时为着爱教，爱家己去装装到尾啊，哎，辅具装起来较好吼，爱年华好些，接近6000块啦吼，
啊，一般去外口咧忙活，做拢爱忙外口。啊，家己做诶，土瓦炼钢诶，拢拖袂叮当啦吼。比如鸡海丝、只狗啊，伫遐爬磕磕叫，连大步安尼。啊，买咧土鸡拢足大台，啊，我看安买较好。所以我迄阵我是本来我有一个海气诶，迄个手提箱，系列诶。我想讲用迄来装，但是迄安尼装是破掉咧，迄危险。咁样我伫找迄有系列诶土鸡，一般拢两链尔。你转到后边转嘛，啊，我再找新，你去找着这个袂歹。但是我叫咪去牛啦吼，伊啊咱来牛，春节啊牛了准啦。啊咪去第二牛，拢讲不行，对方啊不行。哦，啊，到时嘛，我讲你爱牛，甲对方说可以啊。啊，个普济经过三工甲七工队过来，哦，安尼倒来较会拄好啦。每只狗啊，这牛的方法哦。可能迄个咱米会嘛唔捌，还唔是米会啊？迄个米奇啦吼，米奇唔捌做过彩虹嘛，所以唔知阿咩，爱有甲讲咩啦，另外可能爱个练习嘛。啊，你若要叫迄个老板家己来牛吼，来个山顶吼，这计条爱增加，咱啥物会可以吼？吼哦，啊，咱即摆有一个专栏叫做《来自台湾省的启示》哈，这是。天然交通的练习啊，即马有四个人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家长、战头、战主军啊，甲战武啊，啊战武伊国文老师啦，啊因为这些对传统加现代啊，所以刚开始是以诗的形式啊。啊，到尾啊，才变作自由撰写。啊，即摆因食的零吼，其实拢食了真正确。问题咧表达的方式吼，无像阮较早伫个乱弹吼，安尼文绉绉啦。因为阮较早拢有读迄个古文哩呀，啊，嘛读真济吼。啊，咱咧古文出来，伊当然是咧甲咱填充。我这当作过会押韵的，感觉讲伊独到啊！啊，大家拢有在读的。啊，我这回去教书吼，才发现宜兰的人吼，作老实的哦，宜兰人作客气的哦。哎，有迄款古早人迄款感觉哦，咱中南部迄款客气的感，正山咱的感觉差不多哦，所以。我现因遐哇，真侪庙师拢在胡乱啊，拢在胡乱。啊，胡乱是讲啥呢？拢讲一挂老生常谈。老生常谈就是咱袂记哩的迄款道理啊，还有个生活啦，啊，讲启示啊，哦，叫咱安怎安怎安怎呢？哇，读起来朗朗上口。啊，宜兰人迄边拢用台语念嘛。哦，迄诗文真水，所以伊就用一个胡乱文化，胡乱的文化，啊，宜兰管政府做来办。啊，我是讲这也提倡来吼，对咱这个同修的修养啊，会较好。伊个胡乱乱文袂讲哈，你也唔听好你死哦，哦，安尼也无咯，你后边来剁脚袂行。他是苦口婆心一时劝告，这中间以后的程序就是把论文哈、哦、交给战武，战武看 OK 哈、哦，啊就贴上去啊，啊不一定要交给我，你看，因为人家程度拢真高嘛，拢大学生，拢大学毕业就晓得程度拢真高，啊战武伊迄天有气作是休息，诶做了袂歹。这有多到喜欢呢，所以你莫看咱家是人才足多，发挥无够，所以大家爱个认真发挥啊。这最近咱上山旧年安尼牺牲起的，咱的守护田哦，拢当归家，你知无？哦，最近上见是李三，哦，头牺牲是阿好嘛。
啊，过来就是来福嘛，啊，过来是乐库嘛，啊，过来就是阿维嘛，啊，骷髅骷髅有嘿来福啊，嘿骷髅咁阿得咧啊，阿未未阿未啦，阿弟弟讲话，你看我也这样唔敢玩。所以好，安尼解，唔使。所以咱吼，咱爱爱惜咱遐个遐个阿狗，遐守护者嘛。因为你看，人无偌久就变作狗呢，狗无偌久就变作人呢。迄轮流的吼，一岁一岁作紧的吼。反正你机会迄只狗阿摆来做恁阿孙，作多呢。啊，咱若做唔对，伊无下这个伦理哦，咱咪变狗呢，啊，他无法度变神呢，啊，所以像这只迄个天狗吼，讲天狗吼，伊个人做神呢，还甘愿要来做狗呢，啊，咱若话结束，伊就话作大声，啊，那讲要开工了，人个自由自在地遐做，所以你嘛找真好个主人。伊第一个主人就是我捡到的，即我算第一手。第二手我就交予迄个战神，吼、哦。啊，人战神，人嘛朴素呢，外国地方朴素呢，吼、哦。啊，战头嘛朴素呢，战头因叫做战精哈。啊，战士啊，战士嘛朴素呢，啊，你话朴素别个。生一个未来的朴素呢，啊，咱了未来的精英拢伫涂骹咧爬呢，啊，无伫遐坐呢，这拢是台湾人出的呢，咧气质拢无共款，尤其迄个叫做战士，战士脚管嘛夹起哩呢，迄三四个吼，脚高拢高袂赴咧。啊，所以你甲看伊，含咧啊，战场是文昌帝君错呢，迄本来做庙来，这里做神哦，啊那个啊那出事啊嘞，所以神甲人中间是一瞬间呢，啊那要做神是真无用呢，是免食饭尔，真无用呢，啊咱是爱搁食饭搁无用，啊有阵时搁放屎。啊，食无好，佮垃圾。啊，做神吼是食迄个气，所以嘛无用个呢。啊，所以我直接去新界吼，下面遐咧交配吼，拄着耶稣啦，拄着关老爷啦，啊嘛是安尼，大家都嘛无特别啦，嘛无讲啊，伊是啥物神，啥物神？我讲哦，我恁要遮无用啊！我讲啊，这做神明就是宇宙运转的一部分嘛。咱做人嘛，宇宙运转的一部分，所以做人不要太在乎啦，在方面啦、民主啦，啊是种啥物都会很难计较啦。咱爱化危机为转机，就是大爱啦，爱护我们的敌人。啊，你啊讲较有迄个肉体享受啦，啊，是迄爱面爱水啦，哦，啊，少年啊，就较紧去变做咱照镜啦，要么渐渐，其实迄种一时啊，尔啦，迄个时阵是一时尔啦，到时啊拄着生活压力吼，他们啊那个空空吼，拢变做快，拢变快，因为伊无心理准备，要安怎去做啦？伊迄阵就是叫感官啦，感觉在做人嘛。啊，这感觉就是魔鬼上好用的嘛。你啊那感觉就那个受气，感觉未爽就气，感觉会爽啊就欢喜。啊，有阵时笑到足欢喜的，很舒服哦，我得到我喜欢的，啊足欢喜的，他就会因为得不到喜欢的东西，作悲哀啊！所以讲平常心哦，这款人上好。
啊，有就有，啊，无就无啊。啊，有钱开就较大办，无钱开就较欠，对吧？啊，嘛免爱啥物面子啊！啊，你话错，看到一个张云，哇，我足无面子的哦。即讲修行，讲啥物道，啥物场吼，拢凊彩啦。啊，有当时啊，咱去道场嘛是有着有无面子呢？有面子去道场呢？哦，啊，我是也受着尊重，安尼面子有，啊，他去迄个道场。啊，即马面子无，啊，道场就无爱去啊。啊，都同款意思啊。哦，啊活，哎、欸，有的是活在自己的道理当中。啊，我捌的道理是安尼，我不想再接受其他的，因为其他的道理拢伫咧进步。我搁接受了，我就变道啊，道卡，变做道脚啊，不是道长啊，啊，道短吼、哦。不作为道长，所以这嘛真可怜的人啦。所以咱来怜悯他，爱个怜悯他啦。啊，你啊在宽恕别人哦，较袂大家气噶。啊，如果不没有学习宽恕，大家嘛硬是哦。啊，你啊总讲有查某，这嘛是无查某比有查某较幸福啦。啊，是无嫁嘛，比有嫁较幸福个。哦，啊，所以即马拢时间下摆婚姻制度拢看家己安尼来电安尼。啊，如果电出个小孩，啊，姓什么姓都可以啊。哦，咱嘛爱接受这个未来，所以我拢有接受啦，我拢啊，啊，较水伊家己嘛爱家己去发展伊啊。啊，咱啊直直讲，哦，我生这个是第一的。好啊，即马甲顾家呢吼，咱就总讲也是查某，咱就甲想象讲一定爱嫁一个拿皇宫出来的王子公孙啦，啊，啊无就是迄、這个家财万贯吼，啊，嫁起是王子公孙，代价很高呢，很高啊，哎，像迄徐若瑄吼，一嫁迄个本来嘛想讲这几百亿的，到尾也破产。那徐若瑄拍片啊，搁转来台湾底下，去嫁一个阿叻啊。咁啊，台湾底下咧拍广告，啊，因老爸开1000万去医病，去移植肝脏，那嘛是翘起啊。哦，啊，所以不要去羡慕，做平凡人就没有问题。其实咱当初嘛有讲啊，翁就无要配合我的信仰，离婚啦，安尼哦，嘛有嘛对哇，哎，咱下嘛嘛都有勇气的，所以无你啊聊了，一世人都无意义啊嘛，有啥物意义？别人的囝唔是囝，唔正叫做唔正囝，啊，家己的囝叫做，哦，他叫做好囝，啊，你对伊好。阿爸也无同样回馈吼，啊，就感觉好不好，啊，就刻在心肝底，啊，一硬吼，啊，等于等多有较多，啊，所以圣山吼，一部分就是要互咱遮大家做生命共同体，啊，但是咱为了行天命，他也就是要保庇啊，吼，啊，就他有法度。得到这个好的结果嘛，咱食老的结果会较好嘛。哦啊，生活中间会较自在嘛，叫做生活共同体嘛，天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生活共同体，这回咱去看，咱就知嘛。啊，我是希望明后咱年前吼，春节以前去国去加持一下，伊的魂魄个直直尽量在甲恢复。啊！你我看咱占便同修，占便同修来圣山拢较正个，一望得大望，惊咯惊袂起，啊小可啊就产生疾病，身体烂到不行啊！直接咧入院，直接咧杜抗生素，哦啊来咱家是上好嘛，啊所以伊就爱住咱家，啊但是。咱这个大通铺嘿吼，
伊都爱戴电管，啊，但是我做歹爬啊，脚阁无好，啊，伊阁惊伊咱下早早餐无通啊食吼，啊，拢爱接近厨房。我就挑日去设迄个 A 轮甲 B 轮，要互大家方便。啊，要去厨房唔介紧哦。啊，伊有伊个感觉讲会带面健康。啊，你话有一工就两脚都摔落来，啊，摔落来伫外口摔吼，是死路一条啦。伫咱遐摔吼，旧青拢都白白死个。哦，所以送去药明医院啊，药明的第一次诊断嘛，说哎呀，内出血哦，个脑震荡哦，这下观察最严重哦，哦，讲到太轻，特别死去安尼。啊，即马即几工讲清清切好些好些，带伫急诊室，哎、欸，对对，ICU 啊吼，叫做急救中心吼，加护病房吼，讲了无聊咧，啊，怎啊讲爱带？迄医生官，迄医院医师甲判断讲带普通病房，啊，带普通病房讲没有健保病房，反正啊，医生嘛要趁钱，啊，就讲无健保病房，健保病房就免阁入钱嘛。到尾啊，因为我有咧甲处理，民主就敲电话，伊讲，伊去敲电话病院讲争取健保病房，啊，明明都有啊，无带。买个一暗收两千个，他卖安尼啦。我来讲免，甲刷退房，刷转来先刷。我是安那讲安尼讲，因为有民土伫遐，民土人做好事，人做官就知影情形，所以我听民土讲个，只能讲刷来啊，民土你去甲看就好。啊，即马住伫先刷，今日住伫第二站。哦，我还阁带伊第二层，阁系啊，啊，抽伊啊，好啊，安尼好啊，安尼哪有闲去搞去啊，好事做咧用啊，哦，啊，即马当然即摔一个脑震荡，食较袂落，要痛要痛，啊，但是慢慢咧恢复啦，咱站边正讲对讲，袂使互因兜诶人知，即拢马上互因兜诶人知，嗯，那我讲因兜诶人伫先看呐。未使让因兜个人知，迄个人讲好啦吼，啊，但是较紧通知，吼、哦，即就是安尼，啊，所以战局，战变应当叫做战败吓，战败嘛都放心咩，哎，太正嘛无来哦，啊，阿未来哦，发雷吓，对，伊发雷吼，啊，咱就免三思嘛，啊，迄阵。三师，咱要叫人做三师，其实有两种原因啦。一种是个年龄，一种是个年数。哦，啊，对三师，咱一年轻些啊。啊，所以咱唔好讲哦，你做三师的人哦，金工长方棍啊，阿婆啊开始炒米粉哦，所以没有这一回事啊。迄就是天要做这个人，吼、哦，这个人会用做，啊，听意思啊。所以转变伊有一个个性。伊也去圣山咧，急着要煮餐餐三餐互人食，所以伊要住厨房较近。咱遮个人为公做代志个真济呢，咱遮已经拢是拢咧为公咧做代志。那话是啥？大家拼命安尼在做，所以这天经拢甲恁肯定咱个神性啊，神个性，也叫做准神啦、啊尊神的身份啦、啊、吼，哦，哎，因讲啊，要成佛，吼、哦，啊，成佛嘛，唔代表做啥，做佛最通啊，我想呢，来恁讲哦，去来个灌者，哦，恁就啊，拜去西方做佛，啊，要通啊，西方做佛要通啊，哦，迄艰苦还要过来，你要得到那个荣誉吼。佛含神拢变大啦，无讲你菩萨都佛都比菩萨较大，菩萨都比神较大，啊，迄种操蛋，什么形容也都我管什么算什么，托你讲详细，管你一家啊，迄种操蛋，拢看迄个人的责任，那责任，你的责任在哪？所以咱含台湾神变大，这拢徛伫上。上帝的身躯边呢，上帝徛伫遮，
啊，茶泡好好，哎呀，啊，看当时恁时间到，较紧来啉茶，迄茶要烧的。因面顶的迄等的时间是足短的，啊，但是咱人间咧奋斗吼，爱缴成绩单呢。哦，所以咱有啥物挂碍，但是咱因为做人有阵时也无方便，咱来注意咱的这个饮食卫生甲这个交通问题啦。即马交通问题出代志也解决，啊，所以我是讲大家注意这啦。啊，无咱若逐摆要去圣山大集合，我拢一直祈祷。卖互人有这个交通方面的障碍啊！啊，发生代志，咱嘛真艰苦。那叫人去啊参加啊出代志啊！啊，伊本人无怪咱啊，别人就会怪罪咱遮来啊，对不对？哦，啊都拢想讲哦，这间袂兴啊，我去参加队拢无代志，啊，就去参加别间。这种信念是我感觉很不可靠啦。你要先想你家己嘛，真正出代志再见，就是孟子同，较紧要等于做神嘛。其实你泡一杯要等咱来同修去，迄马未练去同修就到啊。啊，人间已经几十年过了，所以你啊讲有这个思想，咱做人才有意义呢。要做的好加在咱时间有延长，会用互咱做一寡代志。啊，无吼，拢真紧就过去了。所以你一日不做，你一日无做，就浪费一天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吼，包括天命的传承，爱做啊。咱也袂讲叫恁叫我讲哦，做甲足艰苦的代志，咱拢做咱能力尽量有法度代志哦。啊，我搁讲一个私人代志，我去代车吼。我也买一台车，我好像九零年嘛，对啊，啊拢无啥咧驶，较驶拢驶星光山咧百货公司安尼扛咧尔，也毋捌驶过高速公路啊。有阵时来圣山驶两摆，结果迄车况很好。啊，最近因为我去佚佗十几天，其实无佚佗啊，拢关伫里下。饭店伫遐咧加扫感冒，真艰苦，吼、哦，啊，所以泡汤也泡得没有什么兴趣了，吼、哦，佫无落去遐讲外口鱼啊咧夹卡，一捆一捆，啊，因为迄几工拄好有一个，听讲一年较洗三摆卡的人去浸鱼啊，啊，人讲啊，你来啊，来在浸鱼啊，啊，伊可是哇，伊一个尾啊弹起来吼，啊，那鱼啊吼。吼、哦，蜂拥而至啊！呢，因为满汉全席嘛，结果食食了吼，鱼啊拢变多，啊，一困哦，一困落死了了。哦，啊，老板伫遐讲，哦，夭寿，一世人捌拄过这款卡食毒的人。哎，我看迄唔拿香港卡哦，嗰是马来卡，是印度卡哦，泰国卡，拢加加做一回。鱼啊，都爱食，哇，蜂拥安尼吸，所以食了伤饱，胀死啊，啊，可能安尼去毒死啊，啊，听讲奇臭无比啊，迄块鱼啊，所以迄个消息啊，全面消毒，总消毒两天拢无人去，哦，迄伫阮遐附近，阮大遐附近，所以我迄生意嘛歹做呢。那鱼也嘛多可怜，啊，迄个未使捞起来，甲静静诶来食，一食咧反正死翘翘。啊，因为我迄台车拖矿很好啦，啊，我即马交互四房，交互四房，啊，我三年单嘛交四房，迄个车主咧，啊，你若有趣味诶吼，你甲四房联系了，我明仔载我就会交互伊。诶，今仔日甲迄个，因为我出国嘛。啊，出台湾国，啊无，去台湾国啦，对中华民国走去台湾国啊吼，拢总超过几天，11月4号到11月11号，七天八天吼，
啊，那无电呢？啊，结果，迄、那个我换迄新的电池哦，已经换五年啊，当然就无电嘛。啊，今仔我甲换一个新的，啊，感觉足好耍。啊，我遗憾我真有感情。恁若咧车，我买买作秀的吼，恁去暗市红去讲，买买康宁去买，那个都个位数，还很小的个位数安尼，都可以买到。啊，咱这四方去开，互伊去开，啊，互伊去开介绍，啊，介绍，伊会问我，啊，我拢装好了，我拢装好了，啊，喏，这是，迄台车，我迄台车吼，啊，因为一年驶无几摆，所以驶遐侪年，讲他两万，两万公里啊，吼。你拢驶去市内啊，啊长途啊也无驶，所以一般人讲医生的车人拢较爱。啊，即摆我买来试坐公车，啊望去啊过来啊较无方便的所在就坐计程车，安尼算上咧，太像嘛，近途安尼嘛算是都较俗哦，嗯，哦啊无过骑车。啊，但是咱有需要车，哦，就不要客气去登记。啊，真侪人登记他用抽签的，啊，对，啊，这个是，啊，我的车有些话无下着，是拢切着，哦，啊，拢来人来搞我切，啊，我拢唔捌甲切，啊，我拢未去，无去修，啊，迄个喷喷的是在完全变的，啊，迄车抽款非常好。都啊，我报告的吼，差不多拢报告到这。迄一台车呐，几万块都家己卖，拢无要紧。啊，咱迄个小丽嘛爱卖，小丽嘛爱卖，吼、哦，小丽也买卖的人哦，我够卡少，再除以二，啊，足大台呢。哦，啊，较紧诶，啊，我买车去买有需要，小李做好晒，但是较伤油啦，因为伊个小李车，伊个卡较大，啊，迄种新明保庇过诶物件，煞迄拢袂歹。即要出去做迄个生意诶，咖啡车啊，哦，做咖啡诶，啊，迄个改装的车拢足大，买用卖拉面。因即马经济歹吼，拢去买二手车，二手车的市场比一手车的即马较强，啊，所以大家拢去买去吼，去改装一下。啊，改装的费用吼，有贵有俗的。你若要改装较作祟的吼，换了几啊十万。啊，你若改装普通的吼，啊，十万块左右就改装一台车呢，掀起来用，买吼。啊，电动的都几十万。这款的生意人嘛得了啦，哦，啊，过来就是，啊，咱这个2018年我都讲过，大家拢足暴力的，小可安怎都要烧台啦，要烧怕啦，啊，各地甲各地嘛安尼啦，啊，过来趁钱哦，啊，用歪波拢趁不着。啊，迄大量倾销的拢破产，啊，所以骗的足济。啊，咱唔好轻易被骗哦。恁有接到讲迄诈骗电话吼？迄人爱小心。迄诈骗电话拢哦，我那讲个，咱做太上进的吼，迄电话敲来就好。哦，恁你的电保卡放进去啦吼，啊，阮即马吼，因为这个健保局安怎怎吼，啊，你啊较紧来提吼，啊已经去互到电保卡吼，去互用几十万去啊吼，啊，即马已经送去地检署，啊，你较紧来提来拿嘛，啊嘛报你地检署的电话，啊，迄、那个电话嘛是假啊，啊，你空空落去就空的，啊，你结果你电保卡无放进。啊，过来无就拄着迄，即马老伙仔拢会去接着。
哦，靠靠妹妹好啊。哦，我那听到迄个是查甫叫来讲，爸爸，安怎，我即马哦，安怎，伫遐哭吼，足大声。我迄老爷吼，他讲听明，耳讲听袂清楚嘛，啊，就创在伫遐哀吼。哦，我随走去拉呢，啊，警察甲动唔好拉吼，含警察冤家呢。啊，这诈骗呢，这即马哦，骗足济，足好骗。啊，我都接到两摆。哦，来到看我查甫，啊，就啊，爸爸，安怎讲？哦，讲我阿公呢，啊，顶尾就水泡的，所以啊，有一摆来骗讲我健保卡，怎么安怎做安怎？我、哦、你健保卡啊，一个你说啦，哦，啊，我讲哦，安尼啊，较紧报警哦，我就。国接一个男生来讲，哦，我是这个健保局，什么安怎安怎，我讲吼，安尼哦，啊，你卡这个电话吼，殡仪馆呢，哦，啊，就甲干叉叉一个干，吼，太骂呢，一个干，干干呢就讲着，啊，咱唔好甲刺激啦，我甲刺激一个伤严重，伊记迄个电话要来乱，所以你无看你嘛诈骗。啊，咱那查甫的吼爱注意，出去外口啊，拄着雄雄含咱真好个吼，啊，佫生了嘛袂歹，佫抹香水的女生吼，要来安尼表示善意吼，你要注意哦。迄后壁拢做一点落毛，啊，咱介济查甫的拢去互遐骗去，尤其迄老男人也会被骗，哎，这样做。安尼啊，讲是查某啊吼，人去骗迄女生的吼，啊嘛足好骗，啊那个骗讲哇，安尼这个有物件要送伊，哦，啊这即马我是化妆品的推销员，哇、哦、啊即马即个嘛吼，这哦我甲看拢是名牌，这因为阮公司叫我出来看，啊就吼。这个较有气质的查某囡仔吼，啊，他送互伊试用，啊，免钱吼，哎、哦欸，啊，你试用了安怎吼？你甲我讲，哦，啊，你先写一个电话，哦，啊，住址，我那下呀，都开始纠缠不清咯，啊，迄诈骗电话，迄就是吼、哦、少女失踪的源头。哎，失踪的。啊，迄即马查某囡仔真侪拢是单身，拢伫外口吼，人因咧做搞啊，拢知影你单身，啊，伫外口住一间迄个注意生套房，迄咱咧怎啊无去呢？啊，所以咱这个整个社会充满了陷阱啊，啊，甲色情，哎，那足注意哦。啊、咱的同学免讲去做性侵，但是咱要有那一个什么，要有那一个警觉性。啊，先说，咱若有闲呢，咱一礼拜找几天啊去大灌洗，吼、哦，大灌洗足重要的呢，因为以后我们要走的那一天，眼睛一闭上，如果是跟圣山结合。迄条路就是归去天堂啊！圣山是一个天堂，一站一站起来，含台湾神做伙，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个地方啊！啊，你那有个人讲念佛陀，我讲好啦，你念佛啦，阿弥陀佛，弟弟佛啦，阿弥陀佛含咱有啥物关系？来，恁问，恁阿弥陀佛有啥物关系？对这样阿弥陀佛讲，我话足关系足深的呢，有无？迄个嘛啥经册伫遐直直在讲，啊一个法师讲一种，讲到尾啊，伊他太深，伊是阿弥陀佛，啊拢爱人供奉，供奉，拢爱人的钱去供奉。我一个孙啊吼，你讲那咱台中金武路遐有一个讲什么大爱什么精舍，伊所有的钱讲什么密宗传承，哦，啊都讲。
去呀，就觉得好高兴，好高兴啊呢。哎，高兴对对来，你也无经过苦难，你会高兴得起来吗？啊，如果一直好高兴，好高兴，我刚才看到一个所在，我较早做医生伫松山疗养院，迄叫做 City Laughter， City Laughter 在哪呢？伊已经脑已经烧掉去啊，啊，只有一个叫做快乐神经还存在，因为他把那一个悲哀全部都烧掉了，啊，所以他每天没有意识哦，啊，看到你了，嘻嘻，嘻嘻，嘻嘻，安尼啊，他很高兴了，啊，其实他呢，那是在黑暗中，黑暗中的笑声，那是叫做乐，那个悲极生笑声啊。所以那种的以后很困难，啊，但是没办法生活，那种大富大贵人家的子女呢。所以我说这样，那佛祖都感觉你们都说我的坦白，我说，啊，你都说教一些书啦，那书啦都利用，啊，耶稣也说他教一些书啦，啊，咱这真正大爱牺牲的讲，咱拢甲倒做好兄弟啊！啊，这都拢去用病死，嗯，啊，耶稣唔是去用病死。啊，遐个较早修行的唔是拢苦死的，啊，无六祖唔啊，六祖敢捌食过牛排？嗯，什么？敢唔食过拉面？啊，迄款艰苦的，迄个真正咧修行啊！修行是有代价呢，好康嘛有代价呢，所以圣山哦，拢不康好难去修行呢，就是圣山修行，主动主啊嘛，咱咧招来好，我大概变个做个，啊做了会悲哀未？感觉做了，哦，产生满腹的委屈甲悲哀的无，真快乐啊，叫做法喜。所以不要去信仰那些什么哦，我每天去那边做功课就好高兴，那些师傅都不要钱，但是他坐的车是我出的哦啊，他觉得这个车子出去不好看，所以啊，我再给师傅买一个 BMW， 安尼讲啊，讲他很快乐啊，我那个孙啊讲，哦，我好快乐，你们快乐啊，所以伊底下吼结交，哈哈哈，我讲。含笑也差不多，啊，咱未去甲叫伊来参加咱遮，包括恁现状，恁遮来看看。哎，总通牌，我就我亲戚拢通牌，因为爱做公务员，乱做官职啊，啊，伊惊伊独牌起来，伊遐利益拢啊无去，啊，靠遐咧生活咧无去都作气，你听。所以台湾的希望到尾也是爱啥？爱独立公道嘛，这现正名入人嘛，这是一点嘛。啊，遮个人惊嘛，包括咱的亲情，有诶做过兵工，啊，足惊，惊到要死嘛。因为安尼来，认为食老乌油。啊，蔡英文是惊军人嘛，啊，所以军人的福利唔敢减。啊，甲公公教，哎呀，都公教人员小可。小可讲一下人均底线的吼，今嘛都爱个通过三趴要甲加薪嘛，哦，啊你啊一个月赚两三万呢，要去台北生活吼，那唔能做乞食，啊结果我台北问遐大学生讲恁一个月赚，伊讲赚接近三万，我讲恁多少？租金因就大概7000块啦。那去吃饭拢算白，要吃迄几十块足少，啊，西门也有啦。所以我看西门吼，中昼时咧吃饭吼，去吃迄个叫做吃甲饱凉面遐，我一小路阁未歹，迄无甲100块，迄起码40几个块。我拢叫伊讲，你若要吃凉面，赶快叫因甲你微波，
啊，微波了就食，安尼袂痛，讲袂歹。我嘛常常去食迄、那个，因为我希望过，他平时不疯，不是安尼美食的生活。食了袂歹，讲哎，安尼这遐个遐遐个有六块会用食会饱物件，所以咱即马趁钱袂赴好开，小可要改进哦，物价都暴涨，啊物价暴涨都死路一条，物价变遐贵，变做香港遐贵，天灾人祸都来。啊，大家都不爱出去开车，所以房价迄也是有啊，两平三万五嘛，你甲租两平三万五，啊，大小月，啊，规年加起来安尼，伊一天平均可以得到的薪资吼，无甲两万，但是徛迄个打呢，唔敢放弃。啊，所以品质变来好，一定爱品质降低，啊，佫爱香嘛。所以去外面如果吃到特别香啊特别不会坏的食物吼，迄拢爱注意，迄拢肯做就好料啊吼。所以上安全的，我伫外口食物件就思念着圣山，因为我食的上安全。咱圣山的菜嘛，家己。诶，关公嘛，直直在讲伊，关公佫介绍神遐有诶无，佫做好者。啊，民厨佫介绍制作料理，啊，蘸带，哦，蘸翅，啊，蘸啊，咱食诶吼，哦，大家做甲，诶，真好食。我是甲讲下摆厨房爱有男生，男厨，诶，卖拢讲食饭拢。妇女同胞去做，啊，咱查甫个拢单食饭啊，这有一点怪怪啦吼。我想讲，这到时再搁看啦吼。哎，咱本来有一个男厨啦吼，男性厨师叫饭店个什么料理什么总，哎总监吼，啊，即马做事啦，我看伊个叫一挂师傅去遐斗煮的，啊，妈妈食上好，食上好吼，大家人胃口被养了吼，食小寡较清淡的感觉都无好食。好，我今日报告的报告到这，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我讲咱这个台湾民主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哪一情况嘛？就是大男人主义啊，封建主义啊。哎，所以查甫家己嫁他也无开用啊。较早为着要伺候乡下，拢搁挂掉了。所以迄爱平等主义啦、啊，平等观啦、啊，对高阿妈爱平等观、啊。所以有人讲，啊啦啦啦，就搁开到要到六千块去甲做辅助，啊，希望拖个狗啊，狗迄个袂活落死，啊，这咱啊甲做辅助叫做公民教育啦，动物都有活性，啊，对啊，我讲你，你嘛来甲钱者，哎，你话好，好啊，哎。啊，所以我唔通讲，你唔好看这戆戆啊，人伊先赞声，哦，对啊，好啊，好几多啊，好几多，啊对啊，啊所以吼、哦，咱来了解，咱很多思想吼，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甲即嘛，甲中毒，还中毒，所以民族就是要化袂行。有个男生在药底下营营，嘛不爱听伊讲啊，想哪叫我？哎，这就奇怪呢，想哪袂使叫你啊？哎，营营想哪袂使叫你？
这个就是封建大男人主义嘛。你查我，你去煮饭，安尼，你听我。啊，这也无改吼，一直天顶倒的神明吼，拢细心的机密啊，迄阵时啊去用打字，这也改哦。因为天顶无查甫查某，天顶有查甫查某的是妖怪的世界，分查甫查某分足清楚，查某拢足水啊，查甫拢足邪，拢安狰狞。啊，迄查某水拢去骗查甫，啊，查甫的狰狞的妖怪叫做阿修罗，迄拢去骗迄个修道人。去威吓，去杀，所以中有一个阶段叫做妖怪的世界。妖怪的世界，你要爱查某有查某给你，要爱查甫有查甫给你。所以他的生殖器官一直在改变。他遇到哦，你要那一种生殖器官来 happy 的，我就变成那一种。所以你去妖怪的世界看惯习了哦，你看看，这就拢假象。哦，你若要搁较了解，有个人就讲啊，听杨医讲，杨医师咧讲无效。有一天你嘛带我去看麦，也会有那么一天呢。但是带你去看，你怎啊黏伫遐？你怎啊迷惑在那里？要带当然足困难。我捌人捌带人去游地狱啦，因为他走袂当来，去到迄拔舌狱啊。惊一个讲魂魄黏伫遐走袂动，走袂动诶，他变作精神病，爱去草料去医病，因某都甲讲，阮翁好好，你讲要甲带去地府，带者呐，即马变作安尼，精神无正常，暗时困袂去，伫遐大声喊。哦，为着要甲带倒转来吼，费力上牛下虎，伫要足艰苦足艰苦甲带倒来。师母，我讲师母啊，你倒带啦。结果师母讲，你以后不要再带人家去哪里啊？那这世界吼，地狱。还是被吓到的。如果是妖怪的世界，那些人统统迷失了。所以我主要我都唔敢。哦，我安尼答案吼，拢会去到迄个拔舌地狱安尼甲入等。因为那个地方都是硫磺味，不然就是冰雪。你甲入等来，爱发挥很多能量，所以迄个时阵我几乎每天。痛苦到极点，所以从此有人讲：“哇，你都在办桥办啊，无我嘛来给我办哦。”这款的我拢讲：“我谢谢啦，多谢啦，卖加惊麻烦啦，就这样。”好，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做一个结束。还有啥问题不？我其实我来发挥，我拢足快乐的。我拢感觉啊，今日唔知有传无传，我唔知啊。迄战术吼，迄战术哦，要有传哦，我那敢讲。但是那个面包是幸福面包，恁大家爱感恩。我去宜兰哦，有一间个面包哦，哇，生意偌好，拢排队哦。下次就品着胖哦，我就去食。食食了，规暗拢巴肚拢膨胀。他跟我说一句话，说你自己看战士云的红阿婆做的面包怎样吃就都不怎样做好吃法，也不不捏所以要跟感恩，我今天带着感恩的心情给你们两个父您先有来他做好我都跟不记得站等了站岗啊，站岗了哈，木更了哈，土更了哈，更了哈，都一列产嘛哈，
嗯，啊，甲四嘛吼，点解讲会记哩吼？我们倒了，好，好，啊，我今嘛大家介绍吧，好，谢谢各位。